请进。哎呀，哎呀，大记者。哎，苏岩呢？他去电视台了。是吗？没去找你啊？没有。哎，他去干什么去了？中午就在我们这儿吃饭吧。不了，中午单位还有事儿。台长好。啊。哎，福台，您找我真的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啊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哎，这事儿啊，回去好好的考虑考虑。嗯，行行行，那行您回去吧，我走了。走走，我送你到电梯。那我走了，朱太。好，没事过来玩、哎、啊。您回吧。好。哎，苏岩啊，我听说你和朱亮还有玉楠都是好朋友，现在我们电视台啊正在招收节目主持人，你好好劝劝玉楠。让他赶紧到电视台来报名。你提供这条线索实在太及时了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现在正愁咱们旧电视。嗯。呵呵，嘿，你怎么来了？想你了呗。想我干嘛呀你？你不能想啊！哎，别动别动，刚才小郭提供一条线索。非常重要啊！有人呢给我们电视台打电话，说北南县有个叫于宁的年轻人，长得非常像照片上的人。对，我已经跟北南县刑警队打过招呼了，他们已经开始去调查。案子破了，请吃饭。你这吃饭就免了吧，到时候你们抓人的时候让我跟踪采访就行了。哎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去我们电视台干嘛去了？你说奇怪不奇怪啊？你说朱台竟然找我去劝于奶，你说我算是干什么吃的呀？他为什么要找我去劝呀？嘿嘿，朱台对你有什么想法呗？他有什么想法？你跟于奶那么暧昧，你才跟于奶暧昧呢！这急什么呀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朱亮会不会跟朱云凯说了你些什么？说什么？说我抢了他的女朋友？可是你知道，我跟于奶，我知道你跟于奶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可是朱亮不一定这么认为啊。他怎么认为啊？他也许想于南不进电视台的原因就是因为你。是，就算是因为我的原因，但是我就不明白朱云凯为什么要出面来找我。他不是朱亮的父亲吗？看不光是这个原因吧。那你的意思是？云南开了个专卖店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朱亮跟我说过。专卖店的规模还不小，你说他哪来的钱开这个店？谢谢。不客气。怎么想起请我吃饭来了？你猜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神秘？我一个小女孩，哪来的钱开那么大一家专卖店？我可没这么想。就这样，今天朱亮他爸找我了。找你干什么？他让我劝你赶紧去电视台报名。玉楠，我劝你还是赶紧去报名吧，因为这个机会不错，千万不能错过了。苏岩，说心里话，当节目主持人是我从小的一个心愿，但是我现在心里很清楚，那也只能是一个心愿，我根本就不适合。你不去试，你怎么知道不适合呀？况且朱亮这一家子又没少费心。就是因为他们太操心了，所以我
接电话呀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嗯。你怎么不来参加考试啊？我不能去，一共才招两个人，有那么多人在报名，真要是把我录取了，大家很快就会猜到是你在背后运作的。我没有运作，我只是让你来参加考试，你再好好考虑考虑。我不用考虑了，另外你也不要再找人来劝我。你不仅让你的儿子来劝我，你还让苏妍来劝我。房子挺贵啊，自己买的。用不用把房照拿给你看看？几楼？二楼。上去坐会儿，喝杯咖啡。晚上喝咖啡睡不着觉。别喝了。苏妍现在肯定已经怀疑我和你之间一定有着什么特殊的关系。怀疑就让他怀疑吧。你不怕吗？我怕。那我就去找苏妍解释一下。你怎么解释？你能解释得清楚吗？苏妍现在一定是认为我是第二个王晨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宣布一件事情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跟你们警察同吃同住同劳动。没病吧你？谁有病啊？我说真的呢，我要收集素材，为你们拍专题片用，为你好。你现在来不是时候，没时间陪你。我不用你陪，你反正你们走到哪儿，我跟着就完了。开什么玩笑？谁跟你开玩笑了？喂，你好，我是高军。哎哎，你好你好，怎么样？好的好的，你稍等啊。北南县刑警队，他说那个于宁极有可能是照片上那个人。喂，你好，我苏妍。好，马上过去。好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干嘛呀？你不抓人吗？什么人？走走走，你别捣乱，把门锁上啊。哎，苏妍，你就让他去吧，现在电视台都要求啊，在现场拍摄，你说这机会多好。你跟我说没用，你去宣传科审讯去。我还不知道你啊，等我申请完你早就没影了。苏妍，
我保证遵守纪律。再说了，我是记者呀，我有采访的权利。你说这人，行吧行吧行吧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你采访所有资料案子没结之前，你不许给我报告出去。哎，对，这可是纪律啊。这还用你们两个说吗？你们路上一定要小心。放心吧，赵总。啊，小心啊。事吗？没事儿，路过这儿。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啊？你看要没事的话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多注意安全。走。苏妍，他找你干嘛呀？没事。谁呀？这是我妈。你妈这么年轻？后妈。介绍一下啊，这是陆明陆大队，这可是我们警校大师哥。哎，你好你好，辛苦辛苦。电视台的。嗯，哎，一会儿别光拍我，你得多拍他。啊，没没问题没问题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等会儿再拍吧，先吃东西啊，下顿饭还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喂，是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你们先不要动，我和市警大队马上就到。云妮回来了，走。给上，带走带走。抱歉抱歉，让你们白跑一趟。没事，我们在城里面已经抓错十好几个。是吗？嗯。这样。你呢，连夜再突审他一下，我就先带着记者到县里休息，这一路吃了不少苦。知道知道，走吧走。那，哎，苏妍，你过来陪我聊聊呗。大半夜的，你聊什么聊啊？睡不着，你告诉我你在哪个房间，要么我过去。行行行，你别过来。行吧，我过去。谁呀？还能谁呀？那你睡吧。啊，哎。不是，你怎么不在你自己房间里洗啊？嗯，我们那儿洗不了。啊？啊，我们都住附近的小招待所里面。我，你为什么住那儿啊？
这有什么为什么的？我们每次办案出来啊，住宿标准是有限制的，超过标准不给报销。是吗？这么艰苦啊？不是，我得去拍拍。哎，拍什么拍？累一天了，你到那儿又得给人折腾行。挺感人的，你得拍呀。这有什么可感人的？每天都这样啊。你走，我拍拍。你坐下。闹什么闹？我就觉得这事儿吧，你说你是一个娇生惯养的人，竟然能住那种招待所？你以为我愿意住？我跟你说，这要是我自己出差啊，我肯定就自己花钱住宾馆了。现在不行啊，我带这么多警察出来，要是全住宾馆的话，那回去纪检委肯定就得找我麻烦。不是，我自己花钱住宾馆，他查有什么毛病啊？毛病大了。人家肯定问你这钱哪来的吧，对吧？我得跟他们说这钱是我妈给的。完了呢，为了证明这一点，我还得把我妈叫到公安局把这事儿说清楚。真的？当然了。不说别的，光说这有房有车这事儿，检察院查我两次。哎，那我住宾馆的钱是谁拿呀？我掏的。那不用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跟我争了，反正我们家有的是钱。你这不是，我这出来采访，回去报销天经地义的。行了吧，别说这个了。说吧，把我叫过来，跟我聊什么？云南找你干嘛？我就知道你要聊他。快说吧。不告诉你。你赶紧跟我说，云南找你到底什么事？你到底说不说？不对。刚才派出所查了一下，这小子不是于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旭。你为什么要冒充于宁？哭什么哭？闭嘴！说。没什么事儿，就路过偶然碰上了。你不信？我当然不信了。你爱信不信。素颜，真的，我劝你离于南远点，你这是在玩火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不觉得他很神秘吗？怎么神秘了？你看呐，于南身上穿的衣服看着很随便很普通，其实全是名牌。这有什么的？也许是朱亮给他买的嘛。绝对不是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些情况都是朱亮跟我说的。没明白你意思。朱亮怀疑啊，于南曾经被人包养过。哼，那朱亮为什么还跟于南好啊？他不仅仅是怀疑吗？素颜，真的，我劝你赶紧离他远点。你说于南这女人多势利啊！他跟朱亮在一起，是为了朱亮的家庭；他跟你接触呢，肯定是为你家的钱。没错。胡扯，哪儿跟哪儿。哎，哦，是吗？好，马上过去。据李旭交代，于宁以前跟一个叫王晨的女孩有个交往。哦，我看我们要抓的这个于宁，就是照片上的犯罪嫌疑人。那于宁现在在哪儿？他现在躲在北山上一个废弃的瞭望塔上。
宝贝儿，我终于找到你。你们凭什么抓我？少废话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来来，我怎么了？你周密部署，破获了一起重大入室杀人抢劫案，犯罪嫌疑人于宁在南郊落入法网。下面请看我台详细报道。你怎么给拨出去了？新闻，你怕什么呀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案子没破之前，这不许报道的。嗯，你人都抓到了，不就等于破案了吗？你怎么这么一点素质都没有啊你？谁没素质啊？你嘻嘻，我没素质啊，以后我一定注意。哎，那个，不，不是，别那么大火气。苏岩，我跟你说，那个于宁为什么要杀王晨呢？他跟王晨到底什么关系？他是怎么把王晨给杀的？哎，你给我说说，你给我说说。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你说不说？你到底说不说？我有权保持沉默。嗯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不知道的事儿，你可以保持沉默；但是我们知道的事儿，你要是再保持沉默，你这不是在抗拒我们吗？对吧？反正我有权保持沉默。小兔崽子，你到底说不说啊？是不是给你脸了？是不是？过去，过去。你先出去，你先出去。你等我回来。对不起啊，刚才他有点激动。你不知道他是谁吧？谁呀？王晨的四叔。真的？你不信？那行，你要不信的话，那让他来审你，我就不审你了。你看着办。王晨是在网上认识的，他说他长得很难看，没人追他，他挺孤独的，我觉得挺有趣的，因为在网络上根本不会有人说自己长得很难看。就这样，我们聊了一个星期以后，我们见面了。警官先生，能给我杯水吗？嗯。见到王晨以后，
我没想到王晨长得这么漂亮。后来我们就发生关系了。你们第一次见面就发生关系？对。在哪儿啊？在金星宾馆。是你主动的还是他主动的？是他主动的。其实，如果不是他主动的话，我们也不会去金星宾馆，因为金星宾馆的房价太贵了，我没钱，所以就连开房的钱也是王晨付的。所以我一开始要保持沉默来的，我是觉得这种钱都让女人来出，挺丢人的。那后来你们又见面了吗？对。在哪儿啊？去他住的公寓里了。哪套公寓？花园小区公寓。几单元几门啊？一单元301。接着说。他领我进去以后，我观察了一下，我发现一个问题。爱他，我不敢爱他。我知道我爱他也没用，我根本就养不起他。那王晨他爱你吗？不爱吧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其实王晨跟我在一起，他无非就是想找点心灵上和感情上的安慰，别的他根本就不需要。就算需要，我也没得给。那你说你干嘛跟他在一起？因为每次完事儿以后，他都会给我钱。多少钱？总的我也没算过。反正每次大几百块、上千不等吧。我们发出的通缉令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但是王晨不是我杀的。不是你杀的，那你为什么不到公安局？
高军儿，我怎么觉得这个云宁不太对劲呢？怎么了？就是他这个神态和他的表情。你说一个涉嫌杀人的犯罪嫌疑人，他怎么会竟然这么的坦然和平静啊？你觉得这正常吗？我也正琢磨这事儿。先生，你有预定吗？我找你们徐总。啊，请。王一，马娜来了。苏岩，今儿吃饭几个人？哦，今儿不吃，我来看看徐总在吗。在在在里边呢。不是前一段不是在家休息吗？怎么着，上班了？他老在家里待着，我不是不太放心吗？抱歉啊。我不能跟他谈恋爱。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呀？我不想骗他，也骗不了他。苏妍那么聪明，我要是真的跟他在一起，很快他就会发现我的过去。对不起，是吧？是我耽误了你。那以后，以后你打算找一个什么样的？再说吧，反正我要是找男朋友，我也不能找一个像苏妍那么聪明的，我得找一个傻一点的吧。徐广泽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说。我想去北京上大学，我要是上了大学啊，我就什么都有了。我不仅有了文凭，还有一个新的环境，在那儿我肯定能找到一个我中意的男朋友。好，你放了这么多年，你又我怕你考不上。哎呦，没事，我都打听过了，现在啊，有些大学只要交钱就能上，根本不用考。我赶紧找人，啊，一定把这事给你办好。可是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就不能跟你在一起了。你早就应该离开我了。你们这儿的服务员都换了，黄敏换的。那还有谁啊？他是为了防止我再犯错误，给这服务员来了一次大清洗。你说这不是换的服务员的一个个长，嗨，真难为他了。你说他哪儿找的？你说这，苏远，你说这黄敏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他过分还是你过分呢？要不是你老婆给你改邪归正的机会，你能有今天？他给我什么机会？行了，别不知道好歹了啊！人黄敏帮你摆平这些事儿，要不然的话，王晨的父母能把你闹死。所以说，你也别老埋怨他。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反省你自己。我这不是一直在反省我自己吗？苏妍，你知道，我是一个有素质。咱废话不说了啊。我今儿来呢，一是来看看你，二一个有几个事儿我得跟你核实一下。我一猜你找我来就有事儿，你不会没事来找来看我的。说说说。王晨有男朋友你知道吗？他男朋友？不可能啊。我们抓的这个人就是王晨的男朋友。是吗？不会吧。不是王晨有男朋友，你就一点没有察觉吗？他要是他有男朋友，他应该告诉我呀。王晨有男朋友，他会告诉你。不，
他什么事都跟我说。那他跟别人约会，他也跟你说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王晨跟你的同时，他另外还有别的男人。赵队，我看了一下你们审讯于宁的笔录，我怎么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呢？来，陈局，我跟你说呀，这个于宁啊，就是照片上的这个。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感觉这个于宁，你想啊，一个20岁的年轻人杀了人，还这么平静，你觉得正常？王晨他那个男朋友这事儿吧，以前跟我说过。怎么跟你说的？他就说有一小男孩追求他，后来他拒绝了。你怎么知道拒绝了？他跟我说的呀。你信吗？我当然信了。其实我倒是希望他们有来往。为什么呀？这样不可以掩盖我们俩人的关系吗？倒也是。嗯，王晨跟他发生过关系，你知道吗？不可能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。他就说他跟那小男孩就是吃着饭什么的，别的什么都没干。光吃饭，不干别的，换你干。他肯定干。我让王晨给他钱了。你的意思是说你以前知道这男的？啊？那以前怎么说不知道啊？觉得我这不把这事儿说出来，觉得有点难堪吗？这就是说，你以前见过这照片，对吗？要我怎么相信缘分？我的心里只有失落。如果人生可以再次假设，我不会就这样让你走过。要我怎么继续等待，错过的不